好，全国保龄球锦标赛，走！训练专注力、手眼协调及锻炼肌耐力的保龄球运动，不仅能强身健体，还能陶冶性情。来自十一县市60多位选手参加全国保龄球锦标赛，在基隆达以保龄球馆登场。参赛啊，全部应该有六十四位选手啊，从全国各地大概有11个县市来我们基隆参与。因为保龄球在我们全国还是一个算蛮热络的运动。所以我们这次邀请大家也蛮热情的。台湾体育总会监事会主席，同时也是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的郑锦州分享赛事，也热烈欢迎大家来到基隆。参赛选手们很开心，也很感谢。今天很高兴能来参加，很高�兴可以参加今年113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，也很谢谢省协会还可以举办这场比赛，让选手有一个舞台。也谢谢基隆市政府的鼎力支持。市长谢国梁亲自到会场欢迎及鼓励所有的选手，同时也邀请大家赛后到基隆逛逛，感受基隆的魅力。我们基隆也有很多外县市的人口会到基隆来打保龄球，我也鼓励他们一到了周末过来可以逛逛走走。现在周末非常多的旅客啊，好吃好玩，欢迎大家多来走走。从保龄球赛事中，选手们相互切磋球技，互相观摩，力求自我精进，也结交了许多好朋友，一起运动强身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